首先准备一个手机壳，用白色丙烯打底。壶蓝和普蓝化河水，颜色深的地方用一些黑色，逐渐过渡，很简单。坡面的颜色和河水是一致的，亮的地方多加一些白色，然后用白色画一些水线。勾上树枝，我用的是小勾线笔，点一些红色的小果子或者是树叶。学会了勾一双击，